开盾。电源。等待启动。然后这是整个界面，这个是定量值，这个是设定。20，比如10，然后确认。然后这是个自动手动，掰到自动上灯明，然后按启动，然后快加、中加、慢加。设定就到设定。然后停止，点左上角操作员，密码0 OK 进入，然后这是菜单 F1参数设置，然后这个是定量值，这个是快加提前量、中加提前量、慢加提前量，然后就是修改，就是点一下，然后就是15.00，然后快加提前量点一下，直接设置3.00，然后中加提前量0.5，慢加0.02，然后设定完以后返回，然后主机，现在就是你为了借点的头转能设定，这个是简单的设定，直接在这按设定，然后就0.00，然后这15变成10，然后这个是清零，点一下 OK。这边就全部清零了。